天我们把赶路的帐篷立置好，今天是19号，提前一个月把它置好，帐篷在这里，到时候苹果丢那里，哎那边，你看这一片，这边连生路最喜欢来的地方了。第一天去守路，
箭头是断。看个视频，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 point。这是箭的口，出箭的口，后来又补了一箭，有六个 point。准备拖回来，准备烧水，拔毛，做带皮鹿。